雪儿，嗯，苏德在，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，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，安排他们连夜出城。是。哦，还有，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，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。哦。你们想一想，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，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。我们马上动身。对，嗯，走。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？宝爷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，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毁了。你问我该怎么办？我问谁？问程唐吗？宝爷，讲和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。蒋和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的调查，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，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。对于程唐来说，我是他最大的仇人，他能和任何人讲和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可宝爷，事到如今，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，您总得拿个主意啊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是。我不是鬼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，可惜现在已经晚了。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，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职业秘密。你究竟是人是鬼？我刚刚说过，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。哦，是麻将馆的老七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，对吗？应该说是吧。你不应该怨恨他，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，现在他死了。我明白，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。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明白这一点了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想杀人，也不想与你们为敌。我来是执行任务的，是你们做了错事。是，我知道你恨我。
谈不上。有爱才会有恨，我从没有爱过你们，当然也谈不上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愤怒。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更愤怒。哎呀，程长官，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，身不由己。如果你能放过我，会亲自去和老板谈，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。坐下。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？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，能拿出任何证据吗？除了会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，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？你编造的那些谎言，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，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？程长官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之所以说这些话，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：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，否则你会付出代价。程长官，是，程长官，是兄弟失言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放兄弟吧，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，大洋10万块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哦，保持愚钝，请程长官明言。我们谈个条件吧。好，你的命换老板的命。怎么换？你约老板见面，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，剩下的你就不用管。哎呀，程长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有事要见老板，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，而且是临时通知，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。这我知道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你马上传信，就说已经抓到了我，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。只要我见到了他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，明白了吗？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？不会的，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赵雅琴。啊，怎么样，考虑考虑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值的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。因此作为抵押，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，
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，待我见到老板，事情结束后，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。可如果你出卖了我，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，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。怎么样，够公平吗？好吧，我答应。花名册呢？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。对，对，在我房。走。花名册呢？在抽屉里。拿过来。好。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？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，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，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。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，可以直通外面。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？你已经错过时间了。啊！啊！自作聪明的人，总会是这样的下场。宝爷，您没事吧？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，没事就好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找到花名册了吗？走。有动静吗？一切正常。哦，你们宝爷呢？在后面。带路。哎。哦，二位稍后，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。好。宝爷，雪儿姐和舒斗大哥要见你。宝爷，宝爷，哎，宝爷，您听见了吗？宝爷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可能睡着了吧。睡着了？啊，闪开！哎，宝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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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，来人！快来人呐！宝爷被杀了！快来人！血已经凝固，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。这啊，
这是谁干的呀？是程汤吗？除了他，还会有谁？可他是怎么进来的？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？啊！猜猜下一个会是谁？是的，就是他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。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，房里门窗紧闭，怎么能够进得来？你过来。哎，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，还有其他通道吗？哦，对了，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，直通外面。在哪儿啊？就在这边。走。先进步了，张宝芝的后尘。马上赶回城里，向老板报告。哎，快！把灯关上，到我房间去。嗯。